联发科技成立20多年，那我们一直在晶片这边的设计开发这边不断的持续领先。那从过去的 DVD player， 然后到电视，然后到手机，那到未来的 IoT 跟汽车电子这一块，我们一直在提供最先进的solution给我们的客户。整个公司在扩充到国际化的规模的时候， IT 的 operation 这边呢非常重要，怎么样让infrastructure backbone 这边非常的先进，而且非常有效率。那 data center 这边有很多的 server storage network， 怎么 support 全球这些研发的工作效率，然后用最好的成本，然后用先进的技术，让这些工作做得可以更顺畅。未来的世界，速度决定一切，而具备安全、弹性、可扩充的 IT 架构，则是支撑全端业务快速回应的重要基石。联发科技与 VMware 专业服务团队共同合作，透过 vRealize 打造专属的 IaaS 自助门户，纳管约1200台业务虚拟机，概括整体90% 的 IT 业务系统，以完全自助服务形式，随时依使用者需求调整，并提供所需服务的蓝图，节省了80% 的虚拟机资源申请工装时间。同时借由专属数位仪表板，建立集中式监控与资源分析报表，让管理人员能随时掌握整体环境效能与资源使用状况，达到资源最大利用率。进一步为了达成整体 IT 服务不中断的目标，我们完成整个资料中心皆为完整 Active-Active 形式，双中心资源充分利用，任意中心皆可支持全部服务载，打造出年度税休无需停机、服务无间断的 Zero Downtime 等级。过去跟 VMware 在我们的虚拟化，在 Data Center、在 Server Storage Network 这边，其实用了非常多的先进技术架构。这个地方帮助我们在 Bangalore 在印度这边的 Data Center 还有 RD Center 这边，用一个更有效率、更先进的方式在运作。那包含新加坡、美国这边，我们用这些虚拟化的技术，让我们的 Data Center 其实是变成单一的入口。那成本跟先进技术的结构，这个地方在目前的 Data Center 这边营运效率帮助是很大的。相信在未来更多云端这些资料中心的运作，我们有更好的合作机会。